的鼠标去洗澡了，你终于要洗澡了，你这个臭狗。安心，还看你吗？坐坐，好热啊！第一次去洗澡，开不开心啊？他的狗生第一次洗澡，刚刚才洗了个澡，然后赶不上马尾。舌头，给我舌头。看看外面，看看外面鼠标，还好怕。他只是一个三个月的孩子。你出差的时候一般是怎么联系的他？用家里的监控。体验一下采耳，我觉得很舒服。舔我脖子。主要心态好看，坐。来坐。第一次紧张，你也会紧张吗？你开玩笑，我是小公鸭。看一下跑，但逃不掉。你看它洗完就变成，洗完就变成一只无毛狗。但洗完之后还可以恢复它的美貌，最后我瞬间变成雪纳瑞。来试试。真的，别闹了。怎么样？他不会吃进去吗？他跟其他狗比是不是乖一点？第一次来怎么乖？怎么乱叫？你怎么挑了这一条性格特别温顺的狗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那很多面目，就是它英国的很多面目在那个笼子里，然后它在全部放出来，然后就是鼠标一直围着我的脚转，太聪明了。用一次自己的技巧。门它终于关了，
里边出气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已经洗完澡了，但身上还是有一点点，没有以前那么臭，甚至还有点香。坐。幸福哥，哎，爪子没那么尖了。